私密处会反复感染有许多原因。台湾本身是海岛型气候，容易闷热潮湿，如果爱穿紧身裤、牛仔裤，加上经常熬夜、睡眠不足，不少女性都有私密处瘙痒、干涩的问题，甚至反复感染产生异味，影响与另一半的亲密时光。尤其是长时间憋尿的上班族女性、教师、护理、门市销售人员等，都是私密处问题的高危险族群，建议多补充玫瑰精华、莓果精粹和凤梨酵素。专利的光样冷压胶囊封存技术，成分较不会被胃酸吞噬，完整保留有效成分，能适时促进肠胃吸收，达到高效吸收的效果，并帮助私密处形成保护膜，调节生理机能，也能避免阴道发炎情况的发生。